人教 PP 版四年级上册第一单元 Part A Let's talk Hey 张鹏 Hey 张鹏 Hey 是交际用语，双方打招呼的时候经常使用的。张鹏是人的名字，注意姓氏和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都要大写。 We have a new classroom 我们有一间新的教室。Have 表示拥有，当主语是复数人称时表示有，我们要用 have， 如果是单数第三人称我们要说 has。 We have a 加上单数的名词表示我们拥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。 Really? 真的吗？ What's in the classroom? 教室里面是什么呀？ What's加上介词短语，表示询问某个地方有什么。Let's go and see. Go, 去。See, 看见，看。我们去看看吧。这是一个祈使句，提出建议了。其中这两个动词呢，由并列连词 and 来连接，表示前后两个动作几乎同时发生。我们去看吧。It's so big. 这是我们在夸赞事物的时候经常用到的句型。So, 表强调可加可不加。哇，它真大呀。Look, my picture. 看我的图画。My, 形容词性物主代词放在名词之前不可以单独使用。Where is it? 它在哪儿啊？Where, 哪里是对地点提问的特殊疑问词。It, 指代上文当中的单数名词，我的那幅画。It's near the window, 它在窗户的附近。Near, 介词，在附近。特殊疑问句要有一个完整的句子来回答。对地点提问，答语中要有表示地点的介词短语。你学会了吗？